厨房一定是我先进来看咯，因为我最喜欢煮东西。告诉网友们，这个厨房它有门。不过呢，这个厨房的空间一样，它就是一个中规中矩，比较小的。厨房的这整个它的一个配备，让我看起来还挺舒服的。这个亮面就是好清洁。哦，对，这种亮面是好清洁，有油烟没有什么，对，很好清洁，对家庭主妇来很重要。然后这个杜邦的琉璃台啊，应该也蛮不错。老师这样看就知道是杜邦的琉璃台哦，是啊，太厉害，杜邦的人造石。对，然后这个 Sakura 的这个。的抽油烟机，再加上 Sakura 的这个厨具，看得出来建商还有这个 Taya 的这个就是这个厨具，而且保存状况蛮好的，虽然是五年的房子，可是看起来跟新的差不多。对，而且它的高度不管是165公分、160公分，在使用都还挺不错的，这还不错的。那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。对，是个用料蛮实在的厨房哦。哇，进到厨房，我们有闻到淡淡的咖啡香，这个厨房就是有人在使用，在维持的很好的厨房哎，老师是这个厨房，它这个其实这个宽度比刚才那一间还稍微宽一点，还稍微宽一些，这个厨房稍微宽一些，我也觉得对。然后这个它的放冰箱的地方，冰箱也很大，这里呢这个柜子也可以做放这个所谓的一些电器啦，或者水瓶啦，对，微波炉啊，或者电锅啊，都可以坐在这个柜子里面。其实这个可以做很好的设计，很漂亮的。对啊，那屋主你看，真的有在喝咖啡，是，他有在自己磨豆子喝咖啡，也是追求品味的，或者需要提神的，因为看来是金融业的人。